为着让偏乡特殊教育的学生有机会去外口行行，台南市政府教育局伫今仔日邀请十间学校的学生前往星光三月中山店参观玻璃互动特展。市长对我发放小礼物，麻烦这回参观太阳一起乞讨。虽然玻璃不是我小时候的偶像，但是是我小朋友的偶像，所以说今天很开心，看到这么多小朋友，希望迎接玻璃来台南。那尤其从12月20号到3月5号，总共2个半月的时间，大家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一来再来，小孩子拉着大人来，大人带着小孩子来，能够到我们星光三月13楼，这边来看玻璃，能够跟玻璃互动。那当然，我们谢谢能够成就这个让人家很开心的事情的我们的这么多好朋友，教育局还有刚刚我们全球音乐经济，还有东恒数位行销，还有 trip.com 这个门票活动，还有曼宁艺能，这些都是让我们孩子能够见到玻璃的最大的工程。还有各位校长，也谢谢各位校长能够对于我们特殊教育以及对许多小朋友这么用心那能够让小朋友圆心中的梦。市长表示，玻璃是很多小朋友的偶像，看到学生的笑容也感到很欢喜的。他特别感谢这些在地企业，关心和卡通偶像的互动的梦想，同时也可以关怀弱势。